接下来我给你们跳第一支舞蹈啊，然后喜欢主播的点关注啊，辛苦大家了。Hello 美女，你好，兵哥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，又来看我了，对不对？不错，好了，我不啰嗦了，手机点关注，手机左上角，电脑右下角，直播时通知，喜欢主播点关注。接下来给你们跳个椅子舞，第一次来先点个我的关注吧，那你绝对是幸运的人，嗯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给你们跳第一支舞蹈啊。666，喜欢主播点关注啊，小哥哥别光夸，把手都放上面啊。接下来给你们开始表演我的节目。是吗？对，好久没有穿裤子了，这次给你们穿裤子跳。
喜欢我的裤子还是喜欢我？点关注了，辛苦你了，小哥哥，谢谢你，暗夜宝宝，谢谢。还有哪个小哥哥点一下关注啊？哎呦，累死我了。六，欢迎新进来的所有小哥哥点点关注啊！我叫叶子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们。遇见你们不容易，错过你们我怕我会很可惜，所以一定要点关注，知道吗？你说大千世界我们能在这里相遇，缘分肯定是上辈子你们欠我的，知道吗？反正我不欠你们，因为你们是要给我刷礼物的，肯定是你们欠我的。好，话不多说，跳第二个，不得了。嗯，不得了就好。OK， 不得了，那我们就跳一个不得了的好不好？ OK， 跳个不得了的，跳个慢的，跳个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舞蹈。嗯，不错，不错，点关注啊，跳个不得了的吧。OK。
来的小哥哥给力，给力吗？我们来更给力的好不好？新进来的小哥哥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啊。然后我叫叶子，也可以给那个二麦波波、三麦糖果也点一下，都是很优秀的优质主播。然后喜欢主播点关注，我们回家聊天，在这里不要聊，我们在这里就是欣赏优美的舞姿啊。我给你们跳，再跳一个，么么哒。这是咋弄的？什么是咋弄的？小哥哥，你想问我的双胞胎姐妹吗？没有，我想让她出来就出来，我不想让她出来就不许出来。对，那个双胞胎姐妹就像你们都不是一个人来，是一样子的。我也是两个人一起来的，她是我的替身。好了，给你们跳第二个。搞不懂了是吗？有镜子，对，是的，照妖镜，一照我就出来了。你好可爱呀、啊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你跳啊，跳个新音乐吧，好吗？跳个性感的，性感的。OK。好看点关注啊，小哥哥，谢谢电玩哥，辛苦你了。